始问，游戏结束后最多次最慢猜出来的人将受到严峻的惩罚。开始。这个是真人吗？是。他最近有出现在我们眼前吗？没有。他是男生吗？是。这是我们老熟人吗？可老熟了。他是我们工作室的人吗？不是。是。我们跟他熟吗？熟。我们最近有看到他吗？有。他的频道有破百万吗？有。他是 YouTuber 吗？是。他是男生？是。他是台湾人吗？是。他是画画的吗？不是。是。你想猜？杨子。他有出过歌吗？没有。他也是原住民吗？不是。他的头发是看起来像光头的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工作室的人吗？是。好有才。可以放弃游戏吗？不行。好，下一题。是我的题目太简单，还是我太会猜？所以应该是你太会猜。他是短头发吗？是。他30岁了吗？30了。他的频道是四个字吗？不是，他是拍跟动物有关的吗？不是。他是谁？我们有跟他 fit 过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他有来过我们工作室吗？有。好难哦，真的没有头脑。你看到答案，你应该会觉得那怎么猜不到啊？你想去吧。我要说了吗？你想到什么？他有妹妹吗？他有没有妹妹？对他的频道来说不是重点。对，想猜卢哥啊。还有，我想猜答案。戴眼镜吗？没有。他有戴眼镜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他是胖的吗？是。是。他是瘦的吗？是。他是不是会耶？是。好啦，你直接讲啦，我忘记了啦，我不行哎。他喝酒很悬啊，真的。现在总计分。3分。1分。第二局开始。他是真人吗 ？No， 他是真人吗？不是。是。那我们是动漫人物吗？不是。哎呀！干嘛？哎呀！什么题目啊？他是真人吗？你只有无聊的记忆而已吗？对，他问题了。对，你问问。啊，对。我要不要叫他回答？我刚对了，不行，这就不算了。来，换偏偏。他是男生吗？是。他是台湾人吗？是。动漫的吗？不是。他是男生吗？不是。他是 YouTuber 吗？不是。很屌，我被局限了，我世界真的卡住了。他是西方的吗？是。他是政治人物吗？不是。是。笑什么？很贱的。哎，那我可能知道你们在笑什么了。我是演员吗？演员哦。他不是真人，但他是。对，他不是真人。我刚第一个问题，刚不是真的吗？可怜。人形吗？不是，他是工作室的人吗？是。等一下，不可以再猜工作室的人了。他是日本的吗？是。他是小朋友可以看的卡通。是。他是健保团队的吗？是。我很会说全美。这部卡通有电影版吗？有。这卡通会在25台重播吗？不会。这是我吗？对。你为什么这么聪明？知性的少女并没有。等，你是看他们的反应猜出来可能是你吗？他们说很贱，他们会不会见到出吻的话你都问题？他是机器人吗？不是。啊，算了，我不知道。他会飞吗？不会。他是人的形状吗？是。他四只脚走路吗？不是。他的卡通是打架的吗？是。他是反派吗？不是。他是有关忍者的卡通吗？不是。他们是一个团队吗？他有好朋友。但他们可能不会称自己是团队。他们出动都是团体吗？是。哇，我问了一个人家很屌但完全没有头绪的地方。2322台有吗？有。啊，我是2223台的吗？不是。狗吗？不是。我的主角是男的吗？是。我的是一只老鼠吗？是。我可以认输吗？不行。我的会 Miss 卡布斯卡超你妈吗？超你妈！让他猜完。我们先统计一下吧。日本的卡通男的不是真人，我真的不知道啦。你这几天有讲到？是的。是。2分，他如果拿第一，你拿最后的话，就逆转了，所以你 OK 吗？好，好，那最后一回合，你们给彼此出。加赛，第3局。
刚刚松鼠我去看了一下我们最后惩罚的东西，怎么样？这是你说我可能会怕，那不就还好我第一名。你不打开看吗？不要，不敢啦。还是我打开给你看。不知这是什么虫？这叫做匪莲吧，意思就是蟑螂。它有一个品种啊，它叫做杜比亚。哦，毛毛的，超毛的。幸好你是第一名哎，这有一百只哎。一百只？为什么？好，开始。是人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是动物吗？不是。是虚拟的吗？是。是台湾的吗？是台湾本土的。哦，本土的。它是男生吗？不是。它是日本的吗？不是。啊，自信又没了。就一个国家而已，他自信没了吗？它四只脚走路吗？是。它是歌手吗？不是。它是人的形象吗？不是。我们都看过它吗？有些人看过，有些人没看过。台湾的吗？不是，西方的卡通吗？是。他路上看得见吗？路上看不见。他是日本的吗？是。他是公的吗？是。无性别是吧？无性。他是公的啦。无性别但偏公。男的啦。李小龙去。太快了啦。他的品种是路上有的吗？有。他是 AV 女优吗？是。哎、欸，这不是题目的问题了吗？这个卡通是打斗的吗？不是。他是猫吗？是，不玩了啦。他的名字是四个字吗？是，不是波多野结衣了。我真的其实不太知道哎。现在还在播吗？还在播。有四只脚，是路上有的猫咪。米腿，巴达，腿啊！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，结束了啦，不玩了啦，直接惩罚啦，干嘛？给松鼠机会，给松鼠机会。你猜谁？对，山上优雅。你很厉害哎，你很强哎。怎么啦？掉下去，它是会动的吗？我快不行了。你有没有很庆幸不是你？我这边才看到，难过。惩罚时间， yes. 我们今天的惩罚是恐怖箱惩罚。等等，阿扯扯会伸手进去，他要猜到这个东东是什么。那个，他猜对了，那惩罚就结束。我相信你可以。阿仁成有什么话想说？赶快开始惩罚。很可怕吗？真的闭眼睛很可怕啊！那不然你每个角落都摸一下。哎呀，真的好可怕哦！我很庆幸我刚刚有踩蜜腿。往前往前，手往我们这边来。你好开心啊？为什么？会不会其实我用看的，然后去摸它，我感觉比较不怕？这么哇，毛毛的，不是这个东西。这个吧，可爱的家。不是这个啦。把它翻过来。不是他，真的不是，你要猜的不是他，请你放下，你可以展示一下，让他旋转一下。不要让别人。不行，很严重，很严重。要不要道歉？哎，我怕他都威胁我们。这里吗？你可以试试看。看这里，这个超可怕。是这个吗？对，睁眼睛太可怕了。太屌丝了吧！啊！它现在动啊！它上面旁边是有虫啦，你就继续摸嘛。哎，黄湘宇，不要说一张嘴哦，你一定也不敢摸。因为我想把它拿起来，但是我怕我刚刚摸到那个小小的东西。不要拿起来，千万不要拿起来。这是什么？菜瓜布。对，好，手可以出来了，手可以出来了。答对了。它是变异成怎？呜呼！哎，你们怎么敢拿蟑螂给我？这东西很狠哎。之后拍片我会说我要去台北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啦！你不要离开这里，你不要拿出来，它会滴